他是微微，那我们今天又来解锁啦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又是来钓龙虾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我们到哪里去钓？我们今天要钓是深海。我今天最近都是跟大家讲，我就是钓螃蟹嘛，钓龙虾。我们这一次到深海去，好不好？今天让微微钓，每次大家都说微微没得钓，对不对？都是在跟女来宾。我们今天要认真的钓，然后我们今天来带她来钓深海池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深海池是什么。深海池，对，各位这样看得到，钓不钓到啊？钓到的应该随便捞都捞得到，随便捞都捞得到，你真的钓得到吗？来，我们今天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准备了杆子，好，我们今天就不要说用桨了，我们看，我们来看看微微他到底有没有吹牛，好不好？来，好不好？郑老板没注意，好不好？郑老板还没注意，我们还没开杆，好不好？先偷偷钓一下，好，看会钓不钓到，我们等一下问一下。再问老板说要不要开盘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再看一下。对，龙虾可以吗？龙虾。有。哦，可以哦，这个豌豆，哇。反面的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戴那个萨诺斯的手套。哇！放枪！我们要问一下放枪，我要问一下老板，问一下这边的开缸费怎么算呢、啊？这个短龙虾一只，在钓虾场好像一只都要1000出头啊，1000出头啊，冷冻的然后800块。对啊。我们这活的开缸费，你刚勾了一只，你就把它买回家了。勾了，这什么概念？760元就好。760元。我们现在送一只什么东西走到给大家看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跟微微钓的那只水姑娘很凶，就把它带回家，我说微微最喜欢女生都抱那个什么木木，其实那个小朋友在做什么，抱什么针，又抱什么纹的，我好多朋友的女朋友要抱灰，好漂亮吗？你没有穿衣服？有啊，当然有穿衣服啊。你想干嘛？啊，你还要这样子？这样你看，这样就我们两个，对不对？我都没有抱过，给他抱了。来，威爸的关系啊，这一只波士顿龙虾，只要坐在家里，跟威爸有一点互动，你就有机会获得。这一支拿给大家做抽奖。哦，不错哦，哎、你这样子是因为去钓没钓到，是不是？是因为我都钓不到，都被旁边的阿伯啦，被威爸都被他们钓走了啦。啊，我都什么三点蟹跟什么，要么就都小只的。好，我们把这一支送给有缘人哦，喜欢的哦，赶快跟威爸这边哦，帮忙好不好？那 FB。分享好不好？分享两个好友，好，那我们下方也再连结给大家看，就分享好友，然后粉丝专页，谁要抽啊？里面看你开心，没有看开心。中秋节之前好了，要赶得上中秋节加菜，好不好？钓虾场钓不到，来这买就对了。波士顿龙虾一只650元，非常划算。哇，那我记得这次开竿1500，你看1500，你钓到半只哎。没有，竿还是要开，我们就中秋节做完就没了。只有中秋节有这个价格。所以没有钓到的或不会钓的，或是觉得说对虾场就是钓还不敢去的，就直接来这边，或是说大分他们的粉丝专页，好不好？不敢保证每个都最便宜的，但是里面一定有你买到赚到的东西。好，进去逛一逛，看一看，喜欢都可以买，喜欢都可以买，而且这个他们服务效果真的服务的非常好，好不好？看到那个灯光也越来越像你的网红，先带他来看直播组，OK， 直播的了解，对，再来选一下，好，没问题，那也感谢小雨，好不好？小雨让我们这次有这个机会。好，来鱼人在这边，然后带恩恩、带微微他们过来看一下，人家直播组怎么去直播，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好看的报给大家，对，然后大家记得就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进去看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好看报给大家，没错，里面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。
哇，我们刚刚看到很那个直播组很辛苦，哇，刚好哇，真的辛苦了，这一个小时真的看他们超厉害的，默契超好的。真的已经比8点还大了，8点大，而且这样已经边直播买才1000多的，1043块，1040，哎，他很乖很乖，他超乖，他这个好辛苦，对啊，怎么这么辛苦？好好。学起来，有没有学起来？我们带你来现场这边看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那个直播组的。然后微微，你来这边在看龙虾，来这边余文乐这边，现场老板这边，你们看深海的龙虾，还是你是来看辣妹的啊？辣妹太哇，不会吧？你这是来看辣妹的？不会吧？而且我跟你讲，这边除了辣妹外，还有海鲜，就是对海鲜配辣妹，反正开心吧。开心对不对？该钓到都钓到了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所以要加油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跟这边的直播组，好不好？奋斗加油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耶、yeah, ，谢谢你们，看得到耶。Yeah.